你们是不是坐公交车？你下车了，妈妈没下车，是不是意思？不是。啊，你说嘛。哪个车？在外面下车，然后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晚下车了是吧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等到就行了哈，等到就行了。好吧，好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老李啊，老李啊。好好好。